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参加中国茶具2007年第一次活动。首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新年好。请问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是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中国茶具的活动？差不多有一半。好，那我就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茶具。中国茶具是2003年开始举办的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在课余啊、工作之余有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。我们差不多呢，每个月会举办一次活动。先要让大家互相认识一下，做一个破冰游戏。你们呢，就像你们前后左右应该有四个人对吧？所以呢，你在下面的三分钟以内，你要认识你前后左右的四个人。那你们如果没有话题，你可以怎么讲呢？你可以先一开始，你有才吗？然后你再问，如果有才的话，你是如何理财的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然后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。好。好，时间到了。那大家都互相认识了吗？好，那我们来挑一些观众，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新的朋友。要不这位先生，能站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就自我介绍一下。一会儿叫。大家好，我叫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阳。那个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，然后对这个 topic 比较感兴趣，然后那个就很高兴见到这么多朋友。我来 New York City 时间也不长，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。然后刚才就是没有完成任务，不过聊得很不错。好，再看看有没有完成任务。好，那位先生。哎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魏建军，那个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然后我来纽约大概半年的样子吧，所以说，经同事介绍，就今天来这儿参加这个聚会。刚才那位朋友是，你是叫 Jane 是吧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我姓赵，是一个，对，叫我 James 就行。我也是今天第一次来，想听听你的那个许博士，是念许吗？许对吧？许还是许 ？Whatever。Not whatever。OK。好，这个拼法不一样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再下一位，让我看看，那位穿粉红毛衣的女士。大家好，我叫徐依敏，我是各大化学系的学生，然后这位是李雪静物理系的，然后这位是阿颖，在做电脑上的工作，然后前面那位是 Rachel， 后面好，这样真好。好，大家我们给他鼓一下掌。那位女士，您要您旁边这位先生来介绍一下是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我就是到纽约来，就是 visit 一下。我是在上海交大医学院读书学生，然后我左边我很幸运，我右边是在那个 hospital 做 post doctor， 然后前面是做 medical supply。OK， 您旁边的那位，旁边他是我的母亲。好没有面子，半身上我女朋友。那位他女士。